想当初生出来的状况。我们太废话了，对不对？他说长大了跟他相处在一起，真的。那个感受在一块，真的很感动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要来修暖。好，那个台词，请等一下，我有抓一些那个。好，首先要先请林耿宏爸爸先示范如何修暖，然后接下来就依照长辈顺序。好，林耿宏爸爸先背一下台词。要那个拔起来。要拔起来。好，要拔起来。拔一个的。好。哎，要大声一点。你要弄吗你要修暖修大大，予你水果咸热卡。